最近也冒出一个人。哦，那很好啊，恭喜你，人生有了前进的动力。那个人就是你。啊，我。给我很大的安全感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话都可以说。算了，跟温律师他们很配啊，未来又有共同事业，我们不是更适合吗？我不好吗？你很好啊，哦，有点热，空调是坏了。好像真的有点热。你真的很好。那你有可能喜欢我吗？可是，这是2件事情啊。我觉得我们先分开2间房间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休息，我有点不懂哎。就是我黄昏的时候都习惯小睡一下。每周六晚间9点，《地狱里长》。